要恰是来自宜兰我们的林建昌大哥，还有我们的陈丽凤姐姐，来一岁情一岁爱，来我要下锅嘞。天壤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好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打播辛苦了。真的恩爱夫妻啦！来，他一起播来。我讲我那很努力，好你先讲。啊，讲啥啦？谢谢啦，来好朋友来了。你哦，你我个两阿婆两个吼不加醋味啦。谢谢谢谢，谢谢拍手的朋友，谢谢。我要讲啊，要讲你呀。我你讲啊。我讲母了，怎么讲？好。等等，咱两个加分享，帮我护理。是啊。三个听我规矩，咱当笑个天都。我丽凤姐姐说她带头啊，你再讲一下，你讲几届才成熟的？再讲几届，再讲几届。想讲我虎你，哎，三个脱下滚滚，我甲慕容在那抽个铁棍，抽个铁棍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好，好。这袂使乌白讲啦，咱好多来啊啦。咩？我你讲，
唔免甲我讲。带你出去啊！免啦，免甲我讲红旗。免啦，免咧，免讲红旗，我甲你讲。姐姐，我跟你讲，你啊等节目吼，我吼结束了再来讲红旗。走，免免免啦，别来一个走。红旗，这个故事我哪唱天公啊？唱天公啦。好听。啊，我们的大哥很好听。我那、okay. 我那出大，我跟朋友那个讲好呢，啊，出个公公，我那出个天公。对呀、啊。是哦、啊。问题是啊，是讲假讲，到底有做啊无做啦？有甲讲分期无啦？已经哦，大概有无？这个有分期啊？哎呀，我等。我那退三无分，你要哪退？我出国定定嘛分呢。出国。为啥分期？大家分呢？为啥大家分期？是啊。拢用讲假分呢。讲假分期。我的姐姐可爱哦。是，伊拢用啥跟你讲？啊。伊拢用啥跟你讲？用的哦，我咋讲腿啊？讲腿啊？嘿啊，咋讲腿啊？那好耍呐！行李箱拢咋讲腿啊？我记得哦，十外斤嘞，还敢安全敢没过？几嘞？没过没过，安全是安全没过啦，搞骗咩？你搞骗？人你变变仔，家己都家己都有啊。文祥，你没事长那么帅干什么？是是是，我遐出名计表，我都大家拢最爱看你干。我来遐讲，你是心目中的偶像，是吼。哇，爱文祥呢。你不讲的表情，我就假。残障版啊，真正真。残，迄个是残障。残障版啊。哦，我是讲你是残障的。不是啦。啊，你有没？你有没？不是啦。残障版。哦，残障版啊，残障版。阿姨啊，阿姨啊。文祥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你足久无甲我买啊呢？我讲那个咩？啊，你阿你讲落去哦。啊，即马有在电视边啊看呢。无啦，你阿你讲落去。我检讨一下。唔是，你阿你讲落去哦，伊明仔载款式一定甲你买规房间的。哦，你好，好啦，好啦，你好。咱即马都来改伊个讲，是啊，这地方。哦，阿文祥，你别无饭好食啦。不是，嘿，我可怜的呢。哎呀，叫你闭嘴，先讲话。我们的你好可爱。我当别人了啦。啊，是是。阿美怕酒后了。朋友，阿美怕酒后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健康，我是 Rui， 谢谢。